老实说，现在很紧张，对。有特别想要看到谁？有特别想要看到，还蛮多的，谢霆锋啊、刘德华他们都蛮想看到。自己有信心？对，演同志应该还蛮有信心的啦。对，是看好自己得奖。不是看好自己得奖，就是我觉得我有把同志的角色有演好了，但因为其他对手都很强，对啊，所以谁说最大劲敌？怎么办？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很强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们报纸都这样写，对啊，我都一直边看边点头这样，对，谢谢。